老公早上炒了一个肉末炒豆角，然后跟女儿拌一个凉拌黄瓜，
让他中午吃，准备好了，黄瓜切好了，然后这个料汁给他拌好了，中午让女儿自己把料汁淋在上面就可以了。还有豆浆，等一下放凉了放冰箱去，冰豆浆也挺好喝的。自从有了这个破壁机，我家天天早上拿豆浆喝。今天早上用纯黄豆打的，我女儿说她要喝那个纯黄豆打的。